那过境纽约见不到纽约市长是为什么呢？还有我们访美见不到联邦的官员，好像以往也没有如此的情况，是吗？过境纽约的时候，New Jersey 的州长不但是来，而且参加我们的这个晚宴，这个是公开的。那另外也有，对呀，因为市长没来啊，所以他请一个州长来啊，是不是？我想州长是比市长还大吧。